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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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翻开《圣教集》196页。昨天我们有简略的讲解本愿取义文。本愿取义文和188页的南义二道判之文，这是一行品的双臂，就好像价值连城的碧玉一样，这是两块啊纯净美妙的碧玉，也譬喻为一行品的双珠，就好像是海底的龙珠一样。就这两条文呢，是整个一心品里边的精华，最重要的地方，也称为呢一心品的双眼啊。有这两处文呢，就能看出整部一心品的归去啊，它的核心要点在哪里？由于南义二道判之文呢，就只归到一行，那么由这个弥陀本愿取一文，就即归在阿弥陀佛的本愿，也必喻为呢一行品的目和足，就是眼睛和脚。啊，通过南义二道判呢，我们就有了一双明亮的眼睛，就走向一行道的称名。那么由这个本愿取一文呢，啊，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行持的踏实的方法，所以目足并运啊，必到目的地。既是一心品的双臂双珠，那也是我们整个净土法门啊，这个双臂双珠特别重要。这两段文啊，是一心品当中最重要的两段文。那么这两段文呢，在一起啊，有四重楷定。那么任何法门呢，它就有这四个方面：教、理、行、果。这是都教就是啊。它的教法，理呢是它的根本原理道理，行是行业行持修行的方法，果呢就是它修行所达到的成效结果。那从四条文来说呢，南义二道判之文呢，就是楷定我们净土宗之教是菩萨义行之教。啊，的净土门是菩萨道，安乐门一行道，啊，它是菩萨道，它不是小乘法门，是大乘菩萨道，直接成就佛果的，这是对教的一个啊楷定判别。那么在菩萨道当中呢，有南行道、一行道，那我们属于一行道啊，这是来判定。那么从道理来说呢，理和行果这三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学的本愿取义文。他为什么能称为菩萨义行道？为什么是菩萨道，是义行之教？它的根本原理，因为这一般按照通途的教理很难理解啊。你说你也是无有大心，非是丈夫至干之言，那菩萨都是发大心的，都是勇猛大丈夫，那你何以见得你也是菩萨道呢？那菩萨道难行能行啊，重于主举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何以你这样的怯弱下列也是菩萨道呢，也是达到不退转呢？那原因何在，道理何在呢？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如是。这是因为仰仗了阿弥陀佛的本愿，他才有资格成为菩萨道，才有资格，才有这样的功效义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道理上讲不通的。所以呢，这里说的阿弥陀佛本愿如是呢，就是把这个道理和盘托出。因为有阿弥陀佛的本愿，所以即使没有大心的人也可以呢发起大心啊，这是他力菩提心。这是理啊。那行呢，也是这段文楷定我们一行道的行法究竟是什么，就是念我称名自归啊，也就是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这是行。那果呢，就是即入必定，这个果有两重，
现身的尽从的果就是今生现身得不退转，那么来果呢就是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底下说两个果，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看起来这两段文呢合在一起啊，整个净土门的教理行果非常的完整啊，可以讲是整体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么这一段既然是对本愿的解释啊，阿弥陀佛的本愿第十八愿啊，有人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关于乃至十念，有的解释的就很复杂。那如果以龙树菩萨这里的解释，乃至十念的念就是称名，这是从龙树菩萨就做这样的解释的。所以我们善导大师呢，他道出大师啊，坛长大师都呢继承了龙树菩萨的解释，所以解释为啊，称我名号下至十生。这不是善导大师个人的独家见解，或者他自己的发明创造，他是有传承的。那这个传承就依据龙树菩萨这里的本愿取译文。第二点楷定呢，这个所谓讲楷定就是标准，他的本愿乃至十念，以龙树菩萨就这么解释啊，他当然也是依据观经。第二楷定就是说呢，有的人讲这个如果是称名的话，那就是别时意啊，结个缘，功德最小。可是龙树菩萨在这说呢，即入必定，这是根据本愿的成就文，即得往生，诸不退转。这里的即入必定啊，即在我们佛门里边呢有两种即，一个叫同时即，一个叫意识即。意识即呢就是文字表达也用即这个字啊，所以你那么这个即呢不是当下的，也不是即时，它是过一段时间。比如啊某某人你乘船呢，你即得过海。那么乘船即得过海，它是一段过程呢，说你是可以过海的。你现在乘上船，你还没有过海。这是这个即叫意识即。那么这里的即入必定呢，称名自归即入必定是同时即当下的啊，并不是说要多生多劫之后啊，甚至呢是也不是说现在称名到临终才即入必定，不是的。菩萨欲于此生得至阿惟越之地，如果以无量寿经成就文就说呢，乃至一念即得往生，诸不退转啊。所以说古德也讲一念相应一念佛啊，这是当下的。所以阿弥陀经里就说呢，若以愿若尽愿若当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若以愿呢就以啊，欲彼国土若以生若今生若当生，这也都是讲即时不退。那么这两段文如果再浓缩的话，那就缩到这一条本愿取义文当中。因为如果有了这个本愿取义文，南夷二道畔的菩萨一行之教自然就含在这个里边。所以这个本愿取义文呢更是精华中的精华。如果就这段文来讲呢，这段文如果配合前面的，因为一行道他说信方便一行即至阿惟越智啊，这就是一行道的特色。那如果看这段经文，所谓的信就是指如是啊，阿弥陀佛本愿如是。我们每一部经典啊开头就说如是我闻，如是标信，就内心里边对这件事情如实的领纳。而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如此的，是法而自然的，就这样，所以叫如是。如是就是信。那么信方便啊，本愿就是方便，信方便。当然这里的方便呢不是指方便和真实相对的那个方便，这是呢究竟方便，是指一种手法手段啊，善巧方便，是给你这种方便的啊法门。比如说我们要过海，那你没有方便不行啊。如果要过海的话呢，船就是方便，对不对？所以要渡过生死海必须要弥陀大愿船，那么这个船就是方便，所以这船就是本愿船。所以本愿如是，那本愿就是方便。那称名呢就是意行，那即入必定呢就是即至不退转地。所以这样呢对应关系啊也非常清楚。那如果我们再对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文来看，
这个本愿当中就也是说明了三，就信方便易行，极致不退，这个都有了。至心信乐欲生我国，这就是信。乃至十念就是方便易行。名号就是方便之体，称名就易行的方法。即得往生，住不退转，那就是极致二位月智。所以这个本愿随文呢，它有多方面的意义啊，对我们整个净土门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大家呢要会背诵啊，最好能背诵能够深入理解。那下面呢，我们就看赞阿弥陀佛的偈子，一共有32首偈，128句。昨天也让大家去看那个科判表了。那我们看，我们结合来看哈，上面叫设法生德，这有两首偈，一首偈和二首偈。第一，无量光明慧，身如真金山，我净身口意，合掌即手礼。这首偈呢，标着是显光明体。这设法生德当中啊，这赞叹都赞叹了无量光啊。无量寿呢就没有在这里赞叹。光明之体啊，就说身如真金山啊，这个身当中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啊，报身。光明是依这个身所显发出来，所以他在这里呢以光明慧啊，身如真金山的说明他的体性的存在。第二呢，金色妙光明，普流诸世界，随物视其色，是故其手礼。这第二呢，讲光明的用途，这样的真金山一样的光明的光明智慧因为光明是从佛的智慧，以佛智慧为体，它有什么样的利益众生的作用？金色妙光明，用金色，佛的光明啊是金色的，是微妙的光明。普流诸世界，随物视其色，这物呢是指众生，随着众生的心，随着你信心的深浅，随着你根基的差异不同，感受到弥陀的光，这个妙金色妙光明呢也是不一样的，显示是不一样的。那这说明阿弥陀佛呢随机示现度化众生。比如我们这句名号，对于我们专修念佛的人，那我们听起来呢特别相应，就觉得这金色光明特别的明亮心里温暖，往生决定。那么这是一种色彩这个色就讲心理上的一种觉受。那么有的人看了之后呢，就认为说这个是保佑我平安的这也是他这种颜色，随物失其色。那也有人呢觉得说这是来生啊可以升天世间种种的富贵求发财等等。那还有人看到呢，就是默然处之只是种一个善根，这叫随物失其色。第三首偈子开始呢，就摄众生德这样的法身利益是要利益众生的。这里边呢，一是总显往生德，接下来第二呢是别名无量德。别名无量德当中列了十条。那什么叫总显往生德呢？就说这所有的功德是以往生作为根本，这个根本的德呢，然后展现为这十条具体的个别的德目。所以下面叫别名无量德，这个无量德吧，归纳为十个方面，它都是从往生这条功德呢展开出来的。如果离开了往生，那这些好像树没有根一样，也就生发不了。所以这里的次第关系都非常明了的。若人命中时得生彼国者，即具无量德，是故我归命。本来一行品，他所解决的问题并没有说到往生的，在其他诸佛章当中，诸佛菩萨的一行当中都没有说到往生。因为一行品他是要说呢，如何在此土得到不退转地这是一行品。他一开始说，若人欲极致不退转地者，应以恭敬心支持成名号。可是来到弥陀当中呢，这个色调就不一样了。龙树菩萨在这里就特别说到了命中得生彼国，本来一行品就是现身不退，他不谈令命中的菩萨欲此生得之二位月之地者，所以也不谈。这是为什么呢？
顺应了通途大乘法门，因为通途大乘法门它是不讲往生的，它是讲在此土啊要成就这个佛果。那么成就佛果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得不退转。那么得不退转这个当中呢，就有难行和易行。然后说，哎呀，难行太难，我做不到。你看有没有易行？好，所以就跟他讲易行。但是龙树菩萨的本心并不在说此土不退，所以他在弥陀章当中呢，就把往生命中往生就写在这里啊，就纳在这个地方，而且以这个呢作为根本之德，总显往生德，把这个作为第一摄众生德当中的第一个根本利益，剩下这一切所有利益呢，都是从这一条生发出来的。所以这样很善巧的把现身不退啊，因为现身不退就易行道的现身不退和圣道门的难行道的现身不退，它有一个对接关系啊，这样呢大家共同认可，然后通过这一点呢很善巧的引导到命中往生，所以这能显示出呢菩萨的慈悲智慧。如果有人命中得生阿弥陀佛国呢，就具无量德，所以即具无量德也就是成佛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出来这里呢就有三个阶梯啊，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现身不退，这个阶梯呢就过渡到这个现身不退，其实它的这是近期的目标，它远期的目标呢就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它是为了成佛才讲现身不退的。那么现身不退固然是这一个近期目标，剩下呢接下来就说什么呢，命中往生。那命中往生之后就达到极具无量德，不仅是极致不退，也是快速成佛。所以这样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和极具无量德是一个同等的概念。那么这样我们就看出来有三个说法，就是现身不退、命中往生、即得成佛啊，这就很善巧的把现身不退和即得成佛这之间呢就把命中往生嵌入进去了。那我们下面看别名无量德。别名无量德当中呢列了十个细条目，首先就是即入必定。因为如果我们今生没有即入必定的话，那你就不能保证你不退转，也不能保证你必定往生，那后面这些呢也就失去了一个根了。所以在这十个德目当中，即入必定又是一个来源根本之处。所以人能念是佛无量力功德，即时入必定，是故我常念。这里说无量力功德，上面说即具无量德，词差不多。那么这里呢就是人就是弱人的意思，不管任何人，你如果能念这一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具无量的力和无量的功德，如果能称念这句弥陀的名号，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当中呢就具足了救度众生的无量力量、无量的功德，这样能保证我们及时入必定啊，不退转。所以呢我龙树就经常念阿弥陀佛。这里的无量力功德啊，也就是指这句弥陀名号的本身啊。那么我们前面那一句呢，得生彼国者即具无量德，他要从哪里得到的，也就是从这句名号，也就是从阿弥陀佛本身的无量力功德得到的。所以闻其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当知此人为得大力，则是具足无上功德啊，这个意义也是一样。不过呢即具无量德的地方呢没有讲到力啊，这个力呢是归于阿弥陀佛救度的，所以力呢就用在这个地方，当然你有无量德也有无量的力量去救度众生了。这里说到来源之处，接下来呢说到不更恶趣啊，彼国人命中摄印受诸苦，不堕恶地狱，是故归命理。这就是讲往生往生之后了，这里必定，那么必定成佛，必定不退，也要必定往生啊。这里就讲到彼国人命中这个往生啊，彼国人有两种概念，第一个就是说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到极乐世界众生呢当然都是无量寿的，那谈什么命中呢，这个命中啊就随其本愿，他要去他方世界度化众生才有所谓的命中啊，不然就没有什么命中的。彼国人命中摄印受诸苦，什么叫摄印受诸苦呢，假设他应该是受种种的苦恼的，为什么做这种假设呢，也就是他原来在娑婆世界
或者原来在他方的这个秽土世界，不是净土造罪造业的地方，他造了罪造了业，他本来就应该按照一般的因果报应的观念，他应该是受苦的。但是呢，到了极乐世界，那就算了，就免了，不堕恶地狱，不会堕落的。所以呢，归命理。那同时呢，还有另一种指代，就是比丘人，也是指呢，虽然在此界，但是呢，往生极乐净土一定的人，也称为阿弥陀佛国的人。啊，比如说《观经下下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下下品说什么呢？啊，如此愚人，应堕地狱，受苦无穷，是不是？《观经下下品》说的很清楚啊，这是个愚痴造罪的人，他应该堕落地狱的，受无量苦、无量无穷尽的苦啊，无量大劫的苦恼。不是若人比国人命中设印受诸苦吗？他本来就应该受这些苦恼的，但是呢，不堕恶地狱。你看那观经那个人本来应该下地狱，可是他没下地狱啊，他往生极乐净土去了。所以这里呢也是有第二种含义。这后面讲的是故归命理啊，是故稽首理啊，我今归命理啊，这所有的理啊，不是理前面这个比丘人，都是理阿弥陀佛的。他是一句称赞，这32首偈子啊都赞叹阿弥陀佛，所以礼拜的对象都是指阿弥陀佛。下面一首偈子，第6首偈，若人生彼国，终不堕三趣，即于阿修罗，我今归命理。如果往生到阿弥陀佛净土的人呢，绝对不会堕落三恶道，也不会呢成为阿修罗道。这两条啊，其实就是无量寿经的第一愿和第二愿，它也显示呢，往生弥陀净土的所谓的下列根基为根本啊，不然就不要说这些了。什么比丘人命中设印受诸苦，若人生彼国终不堕三趣。接下来第3，无有好丑。这条愿呢，这是无量寿经的第3愿和第4愿，人天身相同，这就是呢无有好丑，犹如金山顶，这就是身界金色愿。诸圣所归处，是故头面礼，就是一切殊胜的功德所集中的地方。接下来呢，有3首偈子说明六通具足，第8、9、10这首偈子。岂有生彼国，又讲到生彼国。在这32首偈子当中啊，说到生彼国的那有好几有挺多的，可能有5首偈子吧。就是若人命中时得生彼国者啊，若人生彼国终不堕三趣。这里说岂有生彼国，具天眼耳通，十方普无碍，其首甚中尊。起国诸众生，神变即心通，亦具宿命智，是故归命理。这就是五通了，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也叫神变，他心通啊，叫心通啊，宿命通叫宿命智，这是五通。接下来第10首呢，说的是漏尽通。生彼国土者，无我无我所，不生彼此心，是故其首理。往生到阿弥陀佛净土的人，前面五通啊，到并不可贵，这一通呢才最可贵。也有了这一通，前面五通啊，这也是变得可贵起来。什么叫无我无我所？就是到极乐净土的，没有人我彼此的分别。我们在这个世界啊，就是有我的啊，我所就是我的，我和我所，这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啊。我的身体不是我所吗？我的思想、我的著作、我的名誉、我的家人、我的财产、我的房子，我们在这个世界说话，你能够离开我和我所吗？我的碗拿来，鞋拿来，那是我的啊。然后你离开彼此心吗？都是有彼有此，你呀我啊，人真是可怜的很，太可怜了，可怜也很可笑。到极乐世界的众生没有这些，没有彼此之心，也没有我和我所这些概念，就是彻底证入无生法忍。
啊，你讲大同世界啊，讲什么共产主义啊，这些词都无法形容了。这叫漏尽通，因为他没有烦恼证悟啊，彻证诸法空性，诸法本来的状态，一切万法本来无我。这个我是我们这个执着颠倒众生妄加的一个概念。一切万法本来如此，有什么我啊？这张纸他会讲我吗？他没什么我不我啊，对吧？你这个水压成这样就这样，你切成方就方，切成圆就圆，这个桌子也没有什么我不我的，这就形成这样了。一切万法本来就这样，那只是我们呢给他加了一个我，而且我们对万法也给他做了限定。比如说我们讲了这个桌子，就给了他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之后呢就把它限制住了。哦，你是什么样的，你要什么样造型，这样才是桌子，不然就不是。那等于我们也就是赋予他生命，同时呢又判了他的死刑，就是给他限制住了。这就是名称概念的落后。这个名称概念它和事实的本体总是要落后它的。它为了这个，因为有限思维的众生为了捕捉或者表达，它需要给它很多名相概念来说明它。但这个说明跟事实的本体是隔得千差万别的啊，往往就不是那回事情。你说杯子破了啊，打碎了一只杯子。这个杯子既是你造出来又是你打碎的，杯子本身也无所谓的破不破，它也没有这个杯子不杯子啊。你把这个玻璃给它一吹，吹成这个状子，你说啊这是杯子，玻璃它本身它也不讲的。然后呢说哎呦这个好的杯子哦，是这个玉皇这个乾隆皇上用过的杯子，好几个亿哦，打碎掉了，他还自己也不知道他打碎了，也没有打碎的概念，因为碎了就是成了这个啊几片而已。他也没说皇上用过的就好几个亿什么古董。这个都是我们人呢、啊、真是无事找事，找了很多的事情赋予他种种的一种颠倒妄想，然后在这里面啊就是做了种种的学问啊，毫无意义，虚妄想象。第五，声闻无量，超出三界狱，目如莲花叶，声闻众无量，是故其首礼。那么既然无漏啊，六种神通具足，自然是超出了三界的牢狱啊，所以写在这个地方，超出三界狱，目如莲花叶。这个莲花叶啊，其实不是指那个绿色的荷叶，它应该是指莲花瓣啊。这个花瓣的造型跟眼睛还是有点像，那个叶子跟它根本就不像啊。那么这个莲花瓣呢，它有种种的，一个是光泽、柔软啊，这个清净，所以呢，它这样的形容，我想是这样。声闻众无量。这里的声闻呢，因为前面说到南行道呢有一个堕声闻辟支佛地，是名菩萨死。请问各位，这里的声闻是不是菩萨死呢？那当然就不是了啊。这里的声闻众啊，是外现声闻，本身来讲都是大菩萨的，内怀菩萨之德的啊。这个在我们谈论大师啊的解释当中都已经有了，天津菩萨的往生论里边也都有说明，所以这里的声闻呢是大菩萨随顺他方啊故列名，才叫做声闻。无量寿经里也说了嘛，其诸声闻天人啊、菩萨智慧洞达啊，神通洞达，智慧高明，贤同一类，身无异状，都是一样的，因顺于方，故有这些什么天人之名。第六呢，自然行善，彼国诸众生其性皆柔和，自然行十善，其首众圣主。这里的十善啊，跟我们娑婆世界理解的十善是不一样的啊。他也用了这个名词，当然比这更殊胜，因为他这个指代都是，虽然用十善这个名词啊，它的意义更加的深远。阿弥陀佛国的净土呢，其性它的秉性啊都非常的柔和柔软，这个心柔软柔和啊，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种调柔就随顺真理啊，随顺佛法三宝的功德叫柔和。那我们的心呢就很刚硬啊，难以调化，这是娑婆世界众生的特点，这刚强难化。
所以刚讲难话，他的行事上他会自然吗？他不自然啊。就像一个人，你看他这个得了肩周炎，就要拿个东西，一点都不自然，对吧？他不自然呢，他行事他很刚硬啊，好不容易做点善事，心里啊这个很不自然的，就是看起来就非常，你看他很多种种不自然的造作，还没行完善事就开始说你怎么不感谢我，这自然吗？还没拿出去就开始说，哎呀，怕你，我钱给你，你万造罪怎么办？还没布施给人家呢，就哎，种种的担心呀、疑惑，等到人家感恩判断，过了几天、好几年，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我对你恩重如山呢，啊，居然说这种话，你什么样的叫恩重如山？我对你恩重如山呢，你这点行善很不自然，所以自然就是无我无我所，像他自己的事情一样，他根本不觉得自己在行善。如果你认为自己在行善，哪里叫自然呢？对不对？自然没有感觉的。从善生净明，无量无边数，二足中第一，是故我归命。这个善呢，它的功效功能能够生长出生清净和光明。净土虽然有无量德，其实净和明这两个字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啊。像观经疏里说啊，观经里面讲的，世诸佛土虽复清净，皆有光明，我今乐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清净和光明啊，就已经足以说明净土的状况。从善生净明，如果一个人心行善法，形成习惯，他的心啊就会逐渐的趋向于清净，趋向于光明。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如果行善事，他走的时候就会好死啊，他就往善处而生啊，升天啊，见到光明啊，从善生净明。如果作恶呢，那毫无疑问，那生的就是染污、染秽和黑暗，让我们的心堕落。所以如果人你需要一个清净的心、光明的心，那么叫行善啊，身口意三业，心中常念善，口中常说善，这个行为常行善，没事常带微笑，心中正面思维，你不就清净光明了吗？整天想那些，哎呀，人家冤枉我，人家得罪我，人家嫉妒我，人家对我不好，人家你这个想来想去，这个就不能清净，没有光明啊。这个心啊，就是心上有手，你想什么就把什么抓来了。你把这个抓到你房间，你房间里面出去捡一个易拉罐，出去捡一个破抹布，出去捡一个什么这个染污的东西，你房间塞这么多，怎么能干净呢？所以老是想别人不好，那个等于是把脏东西抓到你心里来，你一定会得癌症的。这个心一得了癌症就麻烦了。所以呢，不要负面思维，正面思维，要常忏悔，把这些东西呢，恶的东西抛出去，从窗户里扔出去，扔出去。当然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讲的善啊，其实都是相对的啊，也是所谓颠倒的、虚伪的啊，不是真正的善。所以呢，它是有所不足的，不是功德。而极乐世界众生所行的善，它生出清净光明是绝对性的啊，这种净和明非娑婆世界所能比较。那么娑婆世界善，其实从本体来讲，本性来讲，它是杂染的啊，还是黑暗的，因为无明的众生嘛，没有断除贪嗔痴三毒啊。所以这里讲从善生净明，它的境界是很高的，而且这个净和明是无量无边数，就达到了极限。二足中第一，这也是赞叹阿弥陀佛啊，他是福慧两足尊。那同时让我们众生呢，也可以得福慧双足。善就是福德，净明那就是呢智慧。所以这是二足。第七德呢，应念现身。若人愿作佛，心念阿弥陀，应时为现身，是故我归命。如果人想做佛，你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样？应时为现身，即时，这个应时都不会等到第二念，应是答应、感应，就好像我们敲着钟一样，这个钟敲下去，当下这个钟啊，锤敲下去，钟就有声音出来了，就应你这个声音，也像我们击鼓一样，鼓锤锤下去，当下声音就响了，是同时的。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应时佛就现身，是故我归命。那么这也是观经里面说的，阿弥无量寿佛啊，化身无数，常于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啊，至其人所。
这在善导大师解释的清源、净源、增上源当中呢，就属于净源啊。第八，菩萨供养有十五、十六、十七三首偈子。彼佛本愿力，十方诸菩萨来供养听法，是故我起手。这里又讲到本愿啊，这是对他方诸菩萨的本愿力的加持。这里讲的其实就是二十二愿的成就啊，前面的各个都有每条愿的成就的，等一下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里讲的就是第二十二愿的成就。那么这一条愿说到本愿力，也可知道呢，其他每一条偈子当中所说的也都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力，靠本愿力啊才能够生彼国，具天眼而通，十方普无碍，也靠本愿力呢生彼国土，才无我无我所，不生彼此心，也因为本愿力呢生彼国土众生起性皆如何，自然行是善，所以这个本愿力可以挂在每一首偈子前面的啊，可以这样的念呢，就显得特别的透达。彼土诸菩萨具足诸相好，以自庄严身，我尽归命礼。彼诸大菩萨日日于三时供养十方佛，是故即首礼。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加的本愿力呢？当然每一首偈子也可以这样加，菩萨嘛，他造句都有他的智慧啊，表达方法。这里说到，即使是十方净土的诸大菩萨，他来到阿弥陀佛净土来供养闻法，甚至供养诸佛，还有彼净土大菩萨，这样彼诸大菩萨供养十方佛，都是靠佛的本愿力，那何况我们凡夫呢？所以在这里讲到本愿力呢，这就是他举两个例子，一个往生彼土的时候，他举了个最下的例子，就是彼国人命中摄因受诸苦，不堕恶地狱，就是本来该堕落地狱的众生，要受苦无穷的众生，这样的人都能往生，那何况比这更上通通都可以往生的，这是举下摄上。那么这里呢举这个本愿力，这是举最高的大菩萨供养十方佛的，这样的大菩萨尚且靠弥陀本愿力，那何况等而下之都要靠弥陀本愿力，所以呢他这种表达非常的善巧。第九呢讲到信义得实，若人种善根，疑则花不开，信心清净者花开则见佛。这首偈子啊也非常美啊，我也很喜欢，也经常背诵。若人种善根呢，就是念佛啊，愿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名号是一切善的根本。当然善根有不同的解释，一个就是素善呢，在我们心中扎了根，我们过去呢有修过佛法，这个素善今生呢又重新在这个佛法的种子叶子啊，像根一样又发芽，我们今生呢顺着这个过去的素善的种子这个根，今生继续修行佛法，这就过去呢叫素善，称为善根，这是一种表达。再一个善的根本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这也是一种说法。若人种善根，总之在佛道中修行啊，行善啊，称念念佛，愿生净土等等，疑则花不开。如果你要怀疑的话，那么这个莲花就不能开了。信心清净者，花开则见佛。如果你信心清净的话，那么花开就见佛。啊，这段话呢，其实是对《无量寿经》的一个注解。我们翻到128页，圣教集128页。儿时慈氏菩萨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彼国人民胎生化生？”佛告此事：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义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圣智，于此诸智疑惑不信，这不叫疑吗？然由信罪福，修习善本，这不是若人种善根吗？愿生其国。所以若人种善根呢，疑则花不开，这是怎么后面讲花不开了。此诸众生身比宫殿，寿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是故于彼国土谓之胎生啊。这个胎生啊就是在莲花胎里边，
不能打开的。我们再翻到130页，看这个胎生的状态。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以疑惑佛智故，所谓的疑，身比七宝供殿，无有刑罚乃至一念恶事，但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修习善本，以此为苦，虽有娱乐，犹不乐彼处。若此众生失其本罪，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即得如意，往诣无量寿佛所，恭敬供养，宜得遍至无量无数诸佛、诸余佛所，修诸功德。弥勒当知，七佛菩萨生疑惑者，为时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那这也就讲了胎生的损失啊，就在这个莲花胎当中出不来，500岁不见诸佛，锁住了。我们还翻到128页，那我们看所谓的信心清净者花开即见佛，什么状态呢？啊，这段黑体字这个里，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这不叫信心清净吗？明，明就是净啊，明信就是信心清净啊，做出功德信心回向。上人在这里有解释，所谓的做出功德啊，就是指阿弥陀佛名号，这句名号呢啊，总摄一切功德。当然并不是说只念名号不做别的善事哈，不是这样，它是体啊，就是名号为体。信心回向就是在信心当中求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也就是明信佛智。此诸众生，你看信心清净者怎么样，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不花开即见佛了吗？自然化身，家夫而坐，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如果这两段经文要详细解释的话，当然也要费一些语言。那我们要知道呢，所谓的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伦，最上圣智，就是指阿弥陀佛的48大愿，尤其指第18大愿，称名必得往生，这是阿弥陀佛智慧的结晶啊，是无可超越的，是普度一切的，是不可思议的啊，是不可称赞的。这样的智慧，如果你不能相信，说啊，就要念佛就能往生吗？那你不了佛智，那你在做可思议的分别啊，要这样这样，那样才能往生，那是可称啊，这样就也不是大乘广，那只能度极少数人了，怎么可以广度一切众生呢？那也不是无等无伦最上圣智了，那就是有等有伦有上智，那就所以这个不是阿弥陀佛的智慧。所以上海大师就说啊，如来弥陀智愿海，深广无涯底。弥陀的智慧，也就是他的本愿救度啊，也就是这句名号为体。比佛智慧，也就比佛光明，比佛光明也就比佛名号，所以名号、光明、智慧其实就是一件事情啊。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那如果我们念佛，这就是大智慧，也就被弥陀的光明智慧所摄取。那这里需要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说啊，信心清净者花开则见佛，以信心呢作为清净。我们往往在悲叹呢，我没有清净心啊，我怎么样才能达到清净心啊？以凡夫来说啊，只有信心是可以清净的，其他啊都没有清净心的。我们一般都误解了，说我在那子我这样打坐打得好清净哦，其实那个就是染污的啊，不清净的，他不认识什么叫清净。那么一个信了佛了，你的心就是清净的心，所以叫信心清净。关于信呢，在佛门那边是有它专门的定义的。那唯识上的定义是这样的，于时得能，生人乐欲，心净为信，对治不信，乐善为业啊。这几句话需要解释一下。所谓信，不是说抓住什么，那个跟世间讲的信是不一样，世间讲的信比如信用啊，需要去说话你要遵守啊。那么佛门讲的信啊，它的内涵非常的丰富啊，也是有特别的指向。于时得能，生人乐欲，于就是对于，时是真实的，德是具足功德的，能呢就是能够给我们利益的，能够救度我们的，能够让我们心生希望的，能够让我们有所期盼可以达到的，对于这个
真实的真理，真实的功德，能让我们也可以契入到这样的境界，能够救度我们。对这些心里边深深的归命、信仰、顺从、认可、好要，你如果觉得达不到，那么你这个好要心也就发不起来。如果对方不是真实的，是个虚幻的，那当然好要心也起不来。这个就各自不一样，就是要追求真理的话有的人他就追求的是染物法，那是烦恼。这里讲的信，就是对这几方面，尤其指三宝，三宝的功德。那么三宝所展现的就是真实，就真理。这种真理真实呢，具足无上的功德，叫德，它能救度我们，施予我们大的利益，这叫做能。而这种能呢，在我们心中能够升起希望，让我们觉得，比如说念佛往生，念佛往生这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它有没有救度我们的功德？有。能不能救度我们？我们能肯定。我们肯定之后说，哎呀，我就是一信到底，绝不动摇，这叫生忍乐欲。这种信心非常的深固，不动摇。忍是忍可决定啊，没有任何人会破坏，这就是无生法忍。因为阿弥陀佛的境界，极乐净土就是无生界，这个名号也是无生界。那我们信仰这个名号，对这名号的实德能完全的认可，生忍乐欲，这就是无生法忍。那这就是现身不退转。乐就是好要啊，欢喜，由乐而生出这种呢清净的愿望。欲就是说一定要获得啊，一定要往生，一定要成佛。这些词啊都能够形容对实德能的一种盼望。心静为信，就这种信心呢，对于三宝对弥陀名号它所具足的真理性、功德和救度的能力而产生信心的话，这种信就能让我们的心清净，叫心静为信，能使得我们的心趋向清净，有这种作用和功能。这信本身的作用，乐善为业，在这种信心的情况下呢，他就愿意呢去行使善法。所以有人说信了弥陀救度啊会造罪，这怎么可能呢？他乐善为业嘛，心静为信嘛，他怎么会喜欢染物呢？这个从定义上讲是不对的。大家呢布置一个作业，你们回去啊再进一步思维，为什么这个信心能称为清净心，要好好想，好好思维，我们心中去体会它，信心这种清净是怎样的清净，染物又是怎么样回事。所以文法要思维，可能很多人哈没有这种概念，他就不知道什么叫染物，什么叫清净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就像得了鼻炎那个闻不出味道一样。那我希望大家呢细细的思维，我们因为如果对弥陀的救度有所感悟的话，你一定知道什么是清净的，而这种清净和我们心的本性是非常相应的，你就知道。即使是在就好像一个人在一个麻将馆里边就熏染的已经习惯了，但是把窗户一打开，他马上知道，哎呦，外面的空气好清新哦。那如果你没打开窗户，他固然不知道，可是一打开立即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心既然呼吸到极乐净土的新鲜空气，呼吸到名号这种清净的功德，那你当然知道什么是不净的。你马上一对照，性为什么是清净的，其他为什么不清净的。而这种清净跟所谓的禅定，跟所谓的扶助妄念，那是不一样的，它的体性上是不一样的，它的阶位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知道什么是尊贵什么是下劣。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一点呢，往往没有信心的人他就会在追求这些东西。而这些对我们来说就像破草鞋一样。确实是这样的，没什么可贵的。好，那么阿弥陀佛。